月十日，名为小胡静的女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一段视频，秀自己的好身材，还写道：“自身优秀就不畏惧离开任何人，要让以前的男人后悔，现在的男人提心吊胆，未来的男人黄泉梦绕。”随后，她在评论区与网友互动，否认自己插足向左过必停感情。她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，是在向左未婚、自己未嫁的时候认识的。